玩得好好放啊！好中意挂啲红灯笼喺个尾度咧，好恐怖啊！好似拍鬼片嗰啲。不过六岁住喺葵涌新区嘅 Bobo 仍然好挂住细个喺度度过嘅欢乐时光。八十后屋村妹开 Facebook 群组，街坊叫好。葵涌新区喺1964年至1965年入伙，1991至1995年分批拆卸重建。而家 Bobo 住喺私楼，得闲都会翻妈咪住嘅石梨村，怀念屋村嘅味道。你新区系成班人咧，我哋十几廿人咧，全即系成座楼咧，你会玩足烟瘾噶。你会喺匿埋喺中间楼梯啊！以前我哋啲人啊闹我哋噶，冇玩到成层楼，但系你会觉得好刺激噶嘛？新一代嘅屋村系比较保守啲嘅。为了找回老街坊，他四至五年前设立 Facebook 群组，连妈咪都学识埋上 Facebook， 日日上网找失散的好姊妹变了宅女啊！而家有600多位街坊的 group 相聚分享昔日旧相旧回忆。